然后现在咱们想这样一个问题啊，得到结果零点八八一没有零点八八四好，原因在哪里啊？原因可能在这里。咱们来看啊，在这里就是我们怎么去做的。这里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儿。 就是我分成了一个训练集，也分成了一个测试集，但是分成了这样的一个训练集和分成了一个测试集之后啊，咱现在有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什么？有着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一阶段我本身有一万个数据，你看，咱来看啊，一阶段本身我输入是一万个数据，你假设这么一分，你分个五万，你哎不是五万，分个这块是一个五千吧。 这块是一个五千，那是不是二阶段这这这五千就不要了？它只要另外五千了。哎，好像来说一万个数据本来好好的，你给我切个一半，你给我少了五千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是不是这么做我会损失一部分数据啊？损失一部分数据，那肯定效果肯定是不如数据量大的时候好一些吧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？这个时候我们用到一个东西，还是叫做一个交叉验证 （CV） 这个东西。咱大再,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CV 这个东西咋做的、啊。CV 这个东西啊，我给大家拿出一张，它单独来画一下吧。它是这么意思啊？比如说咱现在分个三份儿。 我就说，咱现在分个三份，一二三。然后呢，我我要做这个二阶段的一个输出，二阶段的一个输入。我第一次我拿一二，然后当训练，然后拿三可以吧？第二次我拿二三，然后拿出来一可以吧？第三次我拿一三，然后拿出来二可以吧？那你看我这一部分我拿出来这个三，我模型看过吗？ 模型没看过吧？因为模型看的是一二啊。我这一部分拿出来一，模型看过吗？模型没看过吧？模型看的二三啊。这一部分拿出来二，模型是不是也没看过？啊？然后呢，我把它们三个都组合在一起，都组合在一起，再拿过来，再拼到一块儿，再拼到一块儿。你看，一是不是就是一放这儿，二是不是放这儿，三是不是放这儿啊？原始数据集是一个一万的，你拿过来多少？ 照样是一万的吧，所以说啊，通过一个交叉验证，我们可以做到保证一点什么？保证一点，我们拿验证集的结果拿过去，还可以保证验证集是原始训练集没看过的。这样呢，我们通过一个交叉验证的方法，就可以使得原始我的数据是多大的，我拿过来数据它就照样是多大的。咱这个数据啊，就是没有丁一丁点儿的一个损失的。这样呢，对我的最终的结果是非常有利的。我在我最终结果看来，哎，这个结果这就非常不，这就非常漂亮了吧？得到了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了。这就是咱当。 前啊，这个怎么样？用我的一个交叉验证，保证我的一个输入，它是一个完美的。 然后，既然啊，咱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指标了，然后咱就来看吧。对于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呀，我该怎么去做？划分训练集和测试集虽然能满足我们的要求，但是损失了一部分数据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里有一个小窍门，用交叉验证来进行一个搞定。这一块我写了这样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啊，哇，看起来它是蛮长的。define 一个 stacking，是 stacking 的模型，把我的一个 base learners，哎呀，哪去了？把我的一个 base learners，还有我的一个第二阶段，还有 x y，还有我的一个 generator 都拿进来。 首先呢，还是老套路啊，先去春一下我 base learners，把模型啊都去点 fit 一下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哦这一块我就要做这个交叉验证了，指定好你交叉验证的一个方法。在这里啊，这个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了。其实呢，这里做了这样一件事啊，当我们在做一个交叉验证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先把数据集进行分割吧，这个 sklearn 当中啊都自动的帮我们去做好了。你看。 这块儿，当我实际用的时候，我是把 S K learn 当中啊，model selection 当中有 K f l o w 的 k f l o w 的就是你交叉验证要做几折的，你把 K f l o w 的二传进去，K f l o w d 二传进去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接下来就是做一个两折的交叉验证，K f l o w 的二传进去，在这里就是给它起个名字啊，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一个 generator，然后它可以 split 一下 x，这就是说按照我的交叉交叉验证的方法去进行一个数据集切分，切完之后啊，它会给你返回两个 index 值啊，一个是 train index，一个是 test index，这就是说对于于你的交叉验证当中哪些是你的训练集，哪些是你的验证集这个意思。 然后呢，通过你的一个隐袋斯值啊，然后把你的一个数据找到手，追找到手之后，然后干什么？干就是这样一件事儿，就是去训练你的数据，预测你的一个标签值，这就完事儿了。其实这里啊，没有太多的一个操作，只是我们通过验交叉验证这种方式，把不同的数据集的隐袋斯值和标签值，啊，不同数据的隐袋斯值拿到手，然后拿到拿到拿到它的数据，拿到它的标签，然后这里啊做它的训练，算训练之后做预测，再把实际它的结果给它判断进来。最终呢，复学完完,完事儿之后啊，是不是咱就把多个结果给判进来了？ 多结合个判进来之后，然后不同算法再来拼到一块儿，这就完事儿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我怎么样用交叉验证啊，保证我的一个输数据它是能够一一对应起来的，然后指定了这样一个 stacking 的模型啊，做了这样一件事儿。 然后做完之后呢，前一部分干什么？前一部分都是去做二阶段的一个输入。你做完二阶段输入，你把这个数据传给我二阶段，然后去点 fit 一下，这东西是不是就完事儿了？返回去什么？返回去我二阶段训练好的一个模型。有了二阶段训练好的一个模型，然后我用 ensemble predict 一下，把咱当前一阶段、二阶段的这个 learner learner 传进去，这个事儿啊，是不是就做完了？做完之后啊，咱就有了一个新的结果了。然后来看一下吧。 但当前的一个结果，对当前的一个结果来说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第一就是第一步完事儿了，第二步也完事儿了，交易证也完事儿了，这东西都完事儿了，是吧？我这一部分写了一个完事儿了。然后当前新的结果怎么样？零点八八九吧，是不是一个新的记录了？一个新的记录，咱们就得出来了，零点八八九。零点八八九，咱来看一下吧。呃、哎，也不看了，原来最高零点八八四吧。然后呢，咱刚才啊没就是没用所有的数据集是零点八八一，现在呢用所有数据集是零点八八九，哎，得到了目前为止啊最高的一个指标值了。 然后呢，这里啊，就是那大家在执行的时候啊，可能这一行代码执行的会比较慢啊，因为它会做很多事儿。因为你看，不光它要做一个模型，一旦你把这个交叉验证引进来了，一个模型，比如说你这块做一个三倍的交叉验证，那它是不是要做三次啊？那原来，假如说你有十个模型，每个模型做三次，那是不是相当于做了三十个模型啊？这东西啊，速度会很慢的。所以说这一块执行会稍微需要一些时间，啊，估计也就不会长，大概个几分钟或者是十分钟左右，大家就能执行出来啊，不会太不会太长的，因为指定它咱这个数据集个数非常小的，test size 指是零点九五啊，这个就是咱会。 得到当前的一个结果。 然后呢？如果说当你用这个时候啊，所谓速度比较慢，然后咱想速度稍微快一些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可以引入一些并行的东西。其实你就想，在这里啊，我需要一个模型一个模型去训练吗？我不需要这个，就是十个模型，不需要一个训练完再训练另一个吧？我们可以并行去训练啊，他们之间有相互影响吗？之间没有半点联系，相对来说都是相互独立的吧？所以说啊，我们可以自动的做一些并行化的一个措施。如果说大家想把这个模型做的并行化，然后做的速度更快一些啊，不要大家自己去写了，我们这里直接可以用这样一个东西。 还是啊，这个 machine learning，呃，这个这个 machine learning 这个 i n s i m b l e 这个模块，然后你看，就是最开始给大家推荐这个库嘛，然后这个库当中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指定一个新的一个 super learner，super learner，它 learner 会帮我们去做接下来所有的一件事儿。那这里你看，指定了一些指标。 指定了基本的指标，你要做几折将来验证，你就随机的种子等于多少，然后我进行一个多线程的一个处理，这样的速度是很快的。再来看一下吧，就是首先啊，在这里我去 add 一下，我 add 什么？第一步 add 是一个 base learners，先通过我的一个 S1，就是我 super learner 当中，把我的一个就是当前 base learners 给它 add 进去。然后第二步呢，我再 add 我二阶段一个这个二阶段的一个哦我的一个分类器再 add 进去，然后呢直接让它去 fit 一下 S train、My train，这就完事儿了。所以说啊，所有的核心操作跟、啊、我们自己写的这个东西啊。 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一个区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的。然后最终呢，我去预测它的一个结果，然后算它的一个 R C 的值就完事儿了吧。所以说这个呃、啊、，machine learning i n s i m b l e 这个模块或者说这个工具包啊，它当中有一些库啊，就是有一些模块用起来，我觉得确实啊还是比较方便的。然后这里它也会给你打印。 就是我当前的一个时间，我的一个当前的一个时间，然后最终它可以给你算出来当前的一个结果都是等于什么的？你看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一个两层的一个结构嘛，它分别把时间都给你算出来的，然后最终这个 R C 的结果，哎，我看看零点八九零了，原来呢零点八八九是吧？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啊，差零点零一，基本上算没有吧？这样呢，我们就是通过了一个二阶段的一个结果，得到了咱当前啊比较不错的一个指标值。一开始咱得的比较低吧，一步一步咱慢慢的给它、哦、调的比较高了，大家就是。 愿意用 SKlearn 这种方法也行，SKlearn 相对来说没有这个这个库啊，它就是用起来更直接一些。 反正啊，就是用什么方法，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 stacking 一个堆叠的结果。那最终呢，我们还可以把堆叠结果，哎，这个画这个图。咱之前写这样一个函数吧，再画这样一个图。我们看，就是它的一个结果，我们都可以给它画出来的。这就是我当前的一个结果，它是等于什么的。画出来之后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对于我们的，你看、就是，就是就是简简简单单的一个 average，以及呢我的一个 super l e n d e r 它的一个差异，把这个图画出来了。你看，还是我的这个。 结果来说啊，好像来说，呃，我看一下，结果来说是差不太多的吧，差不算太多的。但是这个、啊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调一些细节的一个参数。如果说大家啊要能把这些细节的一个参数都指定好，那接下来啊，当我们在进行一个，嗯，当我们在进行一个指标，在进行划分的时候啊，它的一个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的。在这里呢，只是给大家举了这样的一个思想，然后怎么样去做我们的一个集成的一个方法。这些啊一系列的一个指标，主要啊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价值的。其实呢，就是没有去调。 它也没有去调一些预处理的一个细节，这些啊都没有过多的关心，主要关心的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集成算法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，以及呢我们是一步一步怎么去做我的一个集成的。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案例当成一个基本入手点，咱们自己实际动手做一遍，掌握一下集成算法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啊。然后之后，如果大家要对集成哪天忘了，回过头来看一下咱们这个简单的一个案例，案例当初啊给大家提供这个思想，我觉着啊还是非常有学习价值的。